我来了解一下啊，我主要来了解看一看具体工作方式，没太了解到就是会做些什么，就在没有病人的时候。我大概看了一下本子，主要还是有些操作的。助手在这儿，夫人啊，助手一般在你的这边。我大概看了他冷冰冰的看了我一眼。在戴手铐之前，他最注重的武警观念。张嘴。那给你试一下这个，赶紧拍一大号，然后照到张嘴，我看一眼。对啊，对，正好啊，然后拿这个，看看里面的是，对，看看，一般这个是左手拿、这个，左手拿这个，对，这样就很帅了，这感觉很好，我拔过，你拔过吗？我拔过呀，还没自己拔过呀，就是拿那个钻，哎呦妈呀，我感觉我头骨都在震，然后给别断了之后，然后是把牙根劈两段。然后拿着那个大镊子，哼哼哼，然后磕着我上下两边的牙，咔咔咔咔咔，啪。然后第二天我就肿了嘞。拿这个钳子，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拿出来夹住牙。哎呦，大概有一个动作呗。紧不紧张？不紧张。它上面有两个麻药，据本子上写的，有一个麻药。就得用这种耐受那种，它的针头五毫针那种比较粗的，这个是耐受的那一针。先打这个，然后局部再加这个。我都闻见麻药味儿了，你别说。基本上就打到这个牙龈嘛，牙龈有一个黏膜转折，大概打到这个位置。然后敲一敲，对啊，敲一敲。疼不疼啊？不疼得疼啊！完了，这颗牙坏了，得拔。对，那试一试那个，探针试一试，有一个支点，这个无名指。我一般都是拿这个，行不行？行。兄弟，你也咬牙呀？你看你这儿咬没了。跟我一样。然后就拿起来这个，这个吧。帮你清理牙齿，这个动作可以啊。然后比如说结束了，然后他弄他自己的，我是不是要脱掉手套，然后再弄电脑？那肯定啊，最好是如果镜子的话也取掉。如果说，假如说现在都检查该弄完了，该收拾了，收拾的话你就直接手套一取。啊，先把手套扔掉。对，手套一取你就放这里了，放盘子里。脱槽就是一粒一粒的，我们就往上粘嘛。胶其实它不用调，很简单，现在都是蓝光照的嘛。我可以拿吗？可以啊。这一粒一粒的粘好，最后再把这个放上去。这样勾一勾。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食指要支在这儿。食指要支在这儿。对。再一拍，再一拍。这个动作比较好。对。如果缝合就是拿这个一个齿轮器，然后旁边你再拿个镊子，这个等于上面夹的针，你把针从这边穿出来，一夹起来，然后再第二针，就大概有个这么个动作，对吧？缝合肯定要用到这个。来，它是下巴是吧？对。你都破了，你还能撅得起来？忍着点啊！在这边先弄线，然后就拔掉它，拔掉钉子了。对啊，啊没拔呢，现在还。哎呀，拔钉子你就还用这个持针器拔。对，夹着吧。啊，夹你就假装有一个钉子，你拔掉了，然后你就拔一下，对。这个手是保护的，他害怕什么？他害怕万一我这个滑掉，把这个地方戳到。哎呀！拔这个你就得这样了，拔这个呀，你的手就得这样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看，放到这里。这样。比如拔上牙，手心朝上。一会儿往上一下就下来。比如说要打这个展开，
比如说要打这个部位，嗯，我们就是打在这个牙龈往下，嗯，这里边有麻药，有麻药，我没放针啊。一个点符的，嗯，这个点符给到你，然后这个对，我给到我这样，对，然后你要消毒，你要打竞争的那个部位，插法是从中心点绕圈出来，不能再回去，对啊，给你消毒，好，打这儿一针，对，放松，完了后面一次，麻药过后你要先试一下它痛不痛，那怎么试呢？用那个探针吧。这个敲敲他的牙，就稍微轻轻的按一下，问他痛不痛。我有感觉，但是不会疼啊，稍微一下就好。是这样吗？对。